Hello， 大家好，我是薛可正。你听紧嘅系234 channel， 我系 sell 穷嘅，不过系男人唔可以穷。我系港女，我都系港女。喂，个个都话自己港女，咁港女应该要具备咩条件咁咧？就乜都够胆讲，吞吞吐吐，怕怕丑丑，就唔系港女啦。冇错，就系讲啲男人听唔明，女人有共鸣嘅嘢，咁就系港女啦。我是港女，有我 Yanis， 有我高妹，每个月隔个星期五就会同大家一起讲东讲西。又翻翻嚟，我系港女啦！哇，两个礼拜一集，其实都真系几爽。唔使好似要 season break 咯。我系啊，因为佢嗰两个礼拜就已经系等于我哋一集啫嘛。喂，咁俾我调一调先。系啊系。好热啊！即系你想讲你好 hot 系嘛？我受不了，大佬。唔啊！我好热啊，仲要摸颈嗰啲嘛，真系好热啊！十一月都咁热嘅，点解？系啊，大暑啊嘛，好似话。原来系咁，系啊，你早啲话俾我听。系啊，大暑啊，成我谂到十二月都继续大暑啊，可能。咁点啊？我啲 fur 要收翻埋噶咯，放暑假咯，再。喂，咁不如我哋介绍下我哋今日嗰个嘉宾先啦。其实我哋冇嘉宾嘅今日，系啊，都我哋两个咋。系因为我哋又唔好意思集集都嗌迎君啦，跟住肥 N 又走鸠埋啦。然之后肥 N 走咗之后，啲 fans 又走晒啦。系啊，连啲 fans 都冇鸠埋，冇咯冇咯，财散人嗰度。咁啊，讲笑啦，梗系我哋点可以冇嘉宾噶？你想做死我哋两个咩？我哋叫啲嘉宾嚟顶我哋讲嘢噶。都 keep 到啲嘢嘅，系啊，其实我哋都 keep 到啲嘢嘅。咁其实咧，难得啦，因为有位朋友咧，其实佢系真系超级忙到爆炸。咁我就难得咧喺即系呢一个月嘅呢一日啦，百忙抽空，系啊，真系百忙都抽到时间上嚟，即系俾我哋指教一下我哋呢啲后生女、啲后辈。咁我哋今日个嘉宾就系九叔。屌个嘉宾呢个名真系好听，我咪推咪嗰个今日点解？好尴尬，阿台长唔喺度，系顶佢啦咁样，我顶咗呢份优差就。系我唔想见到 Kenny 啊，系我嬲鸠佢，系啊，唔中意佢。话明啦，你今集唔好嚟啦咁样。我哋指定要九叔，系啦。佢去咗风流快活啦，大佬。诶，点啊？我所想上嚟呢个节目好耐噶啦，屌，但系头啖汤俾人食晒，我都搞到我都。唉，嬲猪啊佢！知唔知点解啊？点解？我就要你恨下。你话想上就上啊！我叫你上，你先上。奶爸，奶爸就系我第一次识啊！啊，差唔明未到第一次嘅，都系头嗰两三日噶啦，都系头两三日噶啦。呢个 Yanis 已经叫我要奶佢噶啦。我都系好似听过。系啊，我仲要系坐喺一张导演凳，打开对脚就叫我九叔。你要点先奶到咧？你系要做一个狗仔嘅姿势趴喺地下。四腳爬埋去先可以奶到嘅，奴隸式，奴隸式真係我 open 啫，但係未到咁 open。我估唔到就咁一句嚇窒咗九叔，真係冇嚇窒，同埋食好西咧呢啲。食好西呢啲嘢咧，我唔系我嚟嘅。我唔知咩叫好西，我哋系识乱西啫，真系好乱。我真唔知道我哋识路西啫，真系噶。西咪路啊，西唔系咁样路噶。太一嚟到，即系一去到去到呢个位置咧，急不及待，太急躁啦，太急躁啦，奶了。我上到嚟，其实咧今晚已经去到而家凌晨嘅即系12:46啦。要播歌啦！我哋其实今晚咧系一反常态，我哋讲啲即系好心情啊，同埋好即系夜晚要讲嘅心事啊，嗰啲咁嘅题材啊，系咪先？系啊，我谂住一阵熄灯同埋点蜡烛咯，即系霎时冲动。
霎时冲动一对二就叫做我做晒，但我做晒预告啊，一个打两个噶嘛上嚟，但系你知道我呢排啊，俾份工啊折磨咗，好辛苦啦啊！跟住上到嚟咧，我都十二点几，而家咧我已经差唔多冇电啦。你叫我嚟真系咧，我除晒衫我冇力啊，已经系一除完衫已经瞓着咗啦。嗱就系咁样啦，你。要奶我唔俾你奶，你唔想奶嗰阵，我挞翻着你，等你要奶，问你怕未？大家都知道我九叔，如果大家熟悉我嘅人都知道我唔奶细嘅。我真系唔知道，我冇谂住俾你奶细，我谂住叫你奶我脚趾罅。哇，救命啊！你谂住奶咁高啊？去到膝头都有啲想叫你停噶啦，我未奶到上嚟住。原来佢谂咗咁多噶，系啦，佢觉得同我可以有长远嘅发展。如果系你抹大髀就抹，你咁脚趾就唔使抹大髀啦。抹大个髀系等我 ready 抹大埋啲脚趾啊，全部一齐开。个人系要蛙佢啲膊都张开，即系连嘅手都系向四十五度向上伸开。系啦，我第一次就咁样点样挨落去，好难受。我咁样好轻巧，会打招呼，朋友之间耐冇见打招呼，一定系咁样啊。耶，唔奶下咩？唔俾面我九叔。一嚟就拍两下，哇！咁耐冇奶，啪啪咁样拍落去，要干真真嘅。点先？今日你哋有咩题目噶？其实今日冇啊。今日我哋不如讲下对九叔嘅感觉。如果叫我讲就真系冇意思啦，因为已经冇咗嗰种感觉，因为佢已经奶咗。咁我哋不如问下高妹啦，高妹觉得九叔点啊？高妹唔识我其实系啦，原本系唔识，今日第一次见嘅。我觉得佢好好运动型咁样咯。即係好似準備去跑步嗰啲人咯，啱啊！我就啱啱傷咗只腳，打完波啊嘛，我係傷咗只腳，而家唔好話運動啊，床上運動都唔係好掂啊！哎呀，夠夠縮啊，縮縮不行了啊！呢鑊真係，原來佢唔得先過嚟，係佢諗住試下三 P， 睇下有冇進展啊嘛，幫佢只腳。三 P 其實真係唔好，三 P 其實真係唔好試啊！呢啲嘢。试过哦，嗱，指教指教，嗱，又唔好讲试过未试过，讲出嚟就无谓，讲即系吹嘘亦都无谓。但系你唔觉得呢啲嘢，你突然多个人咧喺度观看你，唔系可以好忙噶嘛？嗰个人，佢唔一定系喺度睇噶。我个人其实如果日日听得多个节目，其实只系一个好贴心嘅人嚟嘅，你明唔明啊？我估得你嚟，我又要估佢，我估到佢嘅感受，系啦，即系你谂下个动作，我又要。你看那个动作是要这样有要视频先得，你分低咪得咯。即系我又唔系好想俾人就咁，我同 Kenny 都系应该系，都唔系好想斋俾人招呼噶。都我觉得要要互动一下噶嘛，即系好想 OK， 大家招呼一阵啦，系咪先？咁啊，但系要招呼两个，你知好难度高啊嘛。咁我搵只唔通搵只脚伸只脚盖嗰边撩，佢呢边就有个呢边又搵个口搵个头，咁样我觉得。唔专心又好唔 enjoy 呢件事，我觉得即系呢样嘢，所以唔系好啱我噶。嗱，依家咧，阿九叔就系营造紧一个好窝心嘅形象俾人。就算啊，我讲睇咸片，我都唔中意睇啲群舞啊，嗰啲群戏啊，中意单只抽，只抽浪漫嘅，系啊，兼且要有少少剧情嘅。即系沙龙镜，即系我讲白色嗰只。唔好唔好讲啲又八十年代嗰啲啊嘛，嗰啲又唔系，我系要有少少剧情啊，唔好嚟到无啦啦，即系哇硬邦邦就啪啪啪啪啪啪咁样嗰啲，系有少少唔使好多嘅前戏，即系你俾少少兩分鐘傾下偈啊，或者有啲前戲做下，咁我先開始好個人興奮好多。我睇嘅時候，你唔覺嘅咩？咁阿凡達嗰個好啱你睇咯，佢成個都好振奮噶。咁要靚先得，大佬屌你！阿凡達嗰個嚟緊細帽啊，大佬黐緊線啊，嗰啲係變態個大佬。好撚偏得滯，我係要接受好正常嘅好大路嘢嘅。系啦，即系就咁男上女下就已经 OK 咗，唔需要玩好多花款啦。性爱完全都唔系呢回事，明唔明？OK， 但系我哋今日唔系讲呢啲噶，其实系啦，系纯粹路过嘅啫。只不过今日夜咗咧，夜咗个人咧就解放啊，解开咗嗰啲枷锁啊，讲嘢就
白啲啫，系咁多啦。九叔依家系赤裸裸噶吓，赤裸裸七尺咁扮嘢做，七尺扮咗喺度啊。咁啊，喂，我不如我问下你两个先啦。你哋会讲我无谓啊，大家我形象喺呢个台度吓，系我就系想讲下我形象系。即系唔呢个你唔好理我，我做出嚟形象，大家首先好深入民心啊！即系深入到咧，连隔篱台啲人都真鸠我噶，唔知点解真鸠。就真鸠你多女咯，屌葡萄啊！即系嬲住啊！搞女黐紧线嘅，诶嗰啲人唔好提啦，系嗰啲。我成日都踩住界，我系咁踢隔篱台啊啲人噶嘛。阿Kenny喺度，我就唔做得噶，你明白？唔系即系众所周知啦，系啦，阿九叔。就等於多女咯，唔知點解，即係個個都係咁講個九叔多女，我真係唔知喎。點為之多呢其實我都唔知道。點為之多咧？即係如果一講九叔，屌九叔好撚多女咁樣咯。係邊一個講嘅？你據小道消息頭，你識我咁耐，你幾時我見我帶住有女走嚟走啊？成啊！我都又一出嚟，我又即係都講咗，我係已婚噶啦，個人係咪先？我係。我都唔知點解個形象係咁樣咯。就係啲人就係真鳩你咩咧？擺到明日已婚，但係多女都有，好個最撚黑人憎就係，咪就係中曬嗰啲咯。唔係你即係我唔知點解啲人要即係成日呃住第啲女人話自己冇結婚啊，出嚟嗰啲係好賤格嗰啲。唔係嗰啲係低級玩，即係低級。因為你係高級玩，你係嗱，我係已婚嘅。你中意黐過嚟咧，我都冇辦法，因為我已經表明咗我立場啦。我係已婚嘅，跟住擘大，舐啊舐，跟住擘大隻腳舐啊咁樣。呢個我冇諗過，但係的而且確咧，你係一個玩定唔玩嘅人咧，都係我覺得係即係講呢啲咁嘅低劣嘅大話係好 cheap 咯，係咯。即係如果你係要你有你自己嘅吸引力嘅，你講。你死咗十個老婆，即埋七個女人都死啊！咁樣佢都會埋嚟噶嘛？嗱，聽落好撚似好正氣諗言啦，係啊，我直頭想飲綠茶添。我又唔覺得正氣諗言，我只係講出大道理啫，係啦。我從來都唔用低倉嘅手法咧去欺騙即係周圍嘅女士嘅。係咁好啦，咁不如我哋今日真係要正式。卖牙啦，开题啦，卖系啊，奶吧，如何奶好犀咁啊？咁既然啊九叔就多女就已经系成为咗全城嘅佳话啦，亦都系震惊嘅，唔知几多万亿人口添啊！直头要系啦，咁咧，咁不如我哋就指教一下，即系九叔，哇，即系你嗰、那个。俾人嘅感覺係咁多女啊，又阿芝阿左溝女無數，月女無數，奶閪又無數咁。嗱，我話俾你聽，呢個真係一隻手數得出我能夠我掂過嘅好東西。我仲撚衰，齋料唔屌，呢啲真係要攞去打靶真係。咁我哋不如睇下阿九叔嗰個功力，或者教下我哋嗰啲指教下啦，指教下我哋啲後輩真係。係啦，即係。究竟你有啲咩殺手鐧？即係你點樣如何溝女或者冧女？即係啱啱我記得前幾日啦，先講哇啲人點啊係啊點話問我唔知佢傾開係點溝女喎？溝女其實不外乎即係其實得三樣嘢啫，即係是但有個類似嘅條件咧就 OK 嘅，一靚仔啦，二有運啦，三就两样都有啦，屌四就两样都有，同埋有钱咯。我成日都唔觉得有钱系，我话嗱，我肯定冇钱嘅，系啦。咁但系就肯定，所以我证明到喺我身上呢样嘢系冇用嘅咯，即系唔系冇用。我应该系咁讲，你有钱咧，你多样工具咧，就有多样工具嘅玩法。系啦，就系咁咯。咦，佢真系好黑人憎咯。最黑人憎系咩咧？我真系知道点解啲人咁憎佢。最黑人憎咩咧？有车有楼，仲养咗只狗，就话自己冇钱，好憎佢啊，好嬲啊。喂，即系有翻咁上下年纪，有呢啲嘢就唔奇嘅，系啦，我就系咁啫。最衰系咩？仲要扮谦虚，系咯，屌你老尾啊！真系。咁我咪我想话啦，如果我好简单，我问几个问题啦。有条仔 approach 你咁样啦，走埋你，
咁你会唔会问佢，或者未必好直接问佢，或者系倾嘅时候，你会好想知道以前拍咗几次拖咧？我唔会，我冇，我对对方嘅过去唔系好大好奇，除非佢同嗰一个我识嘅人一齐，咁我先会对嗰一段好奇咯。咁其实你八鸠卦啫，屌你想八咗条女啲嘢啫，跟住同其他姊妹倾嘅啫。哦，有机会，有机会系，但系如果我唔，但系就唔需要知条仔以前啲 record 啊，点样嘅？因为咧，我个人好公道嘅，因为人哋又唔想，我唔想俾佢知我以前嘅嘢，所以我先唔问对方嘅嘢咯。冇错，系好理智。咁唔够坦白，公妹咧？唔系，我如果细个啲嘅时候咧，就会一定想知嘅，问到笃。但系大家自己有啲背景，有啲历史，唔想讲俾人听，就唔好问啦。当然，当然。我但系唔系我拍即系拍亲添啊，唔系拍就系拍亲，我都好拍亲同都讲拍亲嗰啲女都拍都得过嘅。拍我都会讲噶，点解唔讲一？我即其实都是要 sell 咧 ，sell 嗰样嘢头先，但呢个第一点啦，卖点一，扮坦白啦。老实讲，我真系冇话俾你听，我拍过几多次，被几多次咯。佢哋好中意知嘅，即系我谂嗱，即系除非我唔知道你咩心态啊。女仔好，如果你一个男仔好肯同嗰个女仔坦白，去揭开佢自己本书咧。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卖点来的，因为就算你揭开以往是怎样的，你讲完给他听，他首先代入了个圈套里面，那个圈套就是我很 open， 我讲完我有几衰给你听，我很信，即是我很想你信任我，或者我想你跟我一起之前，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几淫贱的人，我为了你我会改这样，这些意思。分手了，不用一起了，你我就是喜欢你淫贱，你刚才说得很好，但是你说为了我要改，我点你老尾是。我改不明白，我不是改，即是我告诉你你是我有个这样的意往，你介不介意啊，这样那些。因为老实说一个男人呢没有经历的，其实呢喺某頭仔某喺，除非你面对对手都是一个好 green 嘅啦，咁你点都有呢、这个系一个其实一个吸引一个卖点嚟啊，一个吸引力嚟，你觉唔觉咧？你会唔会中意个真系点讲咧？可能拍过两次拖做 IT 嘅 ，no， 好冷战啊呢、这个做 account 啊 account 做 account 嘅平日哦冇啊，我兴趣系打下波咯。前两个女朋友话：，唉，唔好提啦。一个读书，咁我嗰阵时唔识嘢就散咗啦。另一个拍咗三年拖，都系觉得闷咁冇咗咯。咁你觉得呢个古仔，你觉得吸唔吸引啊？我觉得九叔呢、这、一个呢一、这个角色设定咧，系针对我噶，即系呢个反正明我唔会中意嘅人嚟嘅。唔系你唔会中意，我话俾你听，即系应该咁讲，呢啲系。即是百货卖百客啦，啊呢啲系卖翻俾做I T 男啊，就卖翻俾做account 女咯，account 女啦，或者文员嗰啲啊，嗰啲系要木门对木门啊，大佬啊，系啦，咁即系你唔会接受呢啲嘢啊嘛，阿高妹你都唔会接受呢啲啦，唔得啊，咁嗱，起码我卖俾你嗱，首先我攞去嗰啲货先，嗱我有啲好嘢俾你啊，跟住我摆上台啦，你咁极端，你攞个 I T 男嚟，系啊，一嚟啊攞，我想话呢个世。世界，你问啦，你听，你嗱喺听紧啲节目侧边个你，你问下你自己系唔系？你又系 I T 男，我点捻样系咪？我哋又冇咗一堆 fans， 屌你人哋商业奇才嘅唔捻得，系啊，财进都几多，财进啊，都系财进啊，我就系信咗听你，肯定有好多金融财进，你睇下我哋系啊，走晒几多 post 就知啦，啲人屌你做咩上嚟讲金融？我哋仲有跨国啊，一堆韩国人，乜嘢又得一堆韩国人，仲有啲系刚果嗰啲，屌你做咩系？我唔谂住。菜跑嗰啲咁嘅噱头，黑人啊！屌你，唔系我就系想讲翻，我即系可能咧，相对咧，如果呢啲自己晒自己躝嗰啲情史嗰啲咧，系可能你对啲冇乜经历、冇乜经验嗰啲阿妹咧，就可能 OK。即系你系 level 七，佢系 level 四啫。咁你要攞个势，其实你就用个 level 七嚟打低个 level 四嘅，啱啊！你其实呢个系啊，但系如果佢 level 十嘅话咧，我就唔讲嘅。唔系因为咧，喺我嘅
角度咧，我就係覺得咧，即本小姐即老娘都俾好多仔溝過，都大家都應該 feel 到，係咪？係啊，都係眾所周知嘅。咁我就覺得咧，啲仔成日咧一即識咗冇耐咧，就開始就係喺度講自己情事啦。即其實唔想聽，係啊，開始咗先講噶，佢哋係。我通常可能是大家可能出過嚟幾次，可能有少少，但 feel 到大家對大家有啲感覺啦，係啦，跟住就開始講你的情事，即係我就係覺得，屌你咩條條仔都屌你一嚟就曬鳩我啦，其實你有冇考慮過我唔撚想知咧？係咯，即係我真係唔撚想知喎，同埋你講咁啊點啦咁。都是你以前的你，是啊，同埋你實係講你最好嗰面噶啦，係咪先？你唔好嗰面，唔通難道你又講咯？喎，同埋咧，聽完之後咧，我又信曬，我覺得自己好豬竇，直頭係柒頭咯，係啊。其實第二樣嘢嘅講嘢咧，其實就呢啲係以外啊，即係而家呢個純粹一個賣點啦。嗱，好講你嗰個技巧啊。presentation 很重要的，你明唔明白？即係你做一個係嘅老細，即係做一個設計師啦。係啦，其實你點樣去 sell？ 頭先如果你頭先即係如果係無硬生生有同你講嘅炮谷嘅，即係你無論同我講嘅兜炮谷好唔好食嘅，無論啊，唉。我讲你听，以前我条女好中意食爆谷噶，咁啊兜花添埋啦。你不能喺呢个硬翻翻嘅情况入落去嗰个位度噶嘛？咁你睇下你点入啦。当然系，即系你唔好走埋去。你即系有人问，即系你问我系冇用啊。我一套系你 copy， 永世都 copy 唔到噶。即系你我话俾你听啊，记住讲自己情史啊，咁样无端你就系饮紧。每人都有自己饮紧腐竹糖水嘅时候，噗一声跟住话。我有同你讲咯，系啊，我条女我有一个好悲惨嘅童年咁。系啦，你又唔好立乱咁乱捻入。其实咧。我想那個你怎樣追女仔或者認識女仔，其實你的 sense 是很強，要一定要很厲害你才知道要做些什麼的。因為我覺得我想女仔最，我不知道你怎樣排個次序，就是我想或者你數一數頭那三至五個條件，你覺得一個 男人男仔又好男人好，最重要是什麼？我三至五個條件大方，我真的很皮很表面，靓仔嘛你我唔一定要靓仔，我一定要有型咯，一定要有型，识着衫咯，最好有须咯，单眼皮咯，系单眼皮咯，包青天又翻咗你啦，包皮点样觉啦咁样，唔系即系我觉得啊，你嗰啲好表面喎，先系啦，即系如果唔系讲内在啦，讲内在啦，我觉得佢我唔中意男人好多说话嘅，其实我中意嗰啲男人系少说话，但系佢系好微于观察嗰啲人咯。即心思好熟慮嘅，係心思細密咁樣嘅，係啦係啦係啦，我中意呢啲少説話嘅男人，但係因為啲少説話嘅男人一講嘢就係好精嘅啦嗰句。少説話但係大笨象嘛，最好咯。咁呢個好難從一開始就發現嘅，但係應該朝頭早唔知夜晚已經知道啦咁樣嘅，係啊。咁要有幽默感咯，即係唔好呢個好重要、啊。係要有幽默感，即係唔係話佢我唔使你講嘢好，即係好撚好笑。即係唔要黃子華咁樣。係啦，我唔使你全天候棟篤笑，但係至少我講笑嘅時候，你知道我講笑咯。知道，即係你唔好認真對待我嘅笑話咯，屌、嗯！啊，呢、這個好緊要啦。所以頭先你呢個都係啲 sense 嚟噶嘛，即係啲好講你個你嗰個人對，即係嗱頭先你講啊，有時裝啊，對幽默感呢啲其實咧係冇得教噶嘛，我覺得係間生將個 IT 男我同你扮到好型嘅走出嚟咁樣。如果以佢嘅角度，即係我自己覺得，同又或者係我自己識嗰啲人啦，如果佢真係 IT 男嘅話，你千祈唔好叫佢嗰日著靚啲，一定好撚賴嘢嘅。佢真係悉心打扮嗰日係勁撚賴嘢嘅。佢爭在未夾埋部電腦出嚟嘅啫。但系夹咗假底袋出嚟咧，系啊，呢个系好礼计嘅，其实系咁阿公，你有冇数过头嗰几样？你觉得最紧要咩咧？咪大方咯，一定要大方，系一定要大方，要大体啊！但系大方好未必即刻你会即系 get 到佢系咪大方噶嘛？个人大唔大份咧？唔系讲紧嗰啲大方，系佢个内心，佢个心胸。系啦，我就话咁，你就呢样嘢唔可以，即系你识。一排或者初期識咪，因為開頭你咁易睇到噶嘛，係好做戲噶嘛開頭。或者唔係，其實你我知你講嗰啲大方係乜嘢，唔係就咁哦。你嚟我俾錢食飯咁，你基基嗰啲基本功啦嘛。哦，咁我要啲男仔溝溝我就要 A A， 要收斂啲啊，即係好似九叔呢啲咧就唔得啦。佢太奔放，九叔係好奔放，我太奔放。點樣收斂啲啊？你唔識我啫，其實。你真系唔识我，你真系唔识我，真系。
揾阿坚，又要自己都要话我，其实我都好内敛。我冇咁讲过，但我知道你唔熟我啦，我系咁讲。我都中意沉实型，即系类似你头先讲嗰啲，即系小说话系啦。但系讲出嚟嗰啲有 point 啊嘛，有爆笑啊嘛，屌佢两个收皮啦！我想话呢啲仔俾人 cap 揾晒啦，我嫁咗噶啦。所以我单身咯，即系我轮叻咩？呢个屌你老味，抹俾人抹咗咪抹咗咯，依家咩照着照照啊嘛？唔系啊，我睇下我都好满足噶咯。哇，呢个红媳妇嚟噶嘛？我已经决定咗等佢个仔大啊，等阿高妹个仔大我就跟住就俾佢嚼咗佢，就奶噶啦。我而家都教紧佢，真系大西啊！真系唔系，我想话其实即系问点样沟女，其实系唔需要我。从来都是觉得不需要沟女的。我首先不永世我都不会遇永世都不会用沟字。我觉得沟字是很我不知道 我觉得很难听而且是很不尊重的女性的。追女仔精装追女仔。你追女仔又太 old school 了这件事。是但是 我永世你。我都唔會，即係點為點為之去溝，我即係我點為之溝咧？譬如我約你出去，即係純粹話啊，今日冇約喎，咁啊撞啱嘅你過嚟，我約餐去食個飯先過嚟啦，咁算唔算咧？唔算噶嘛。冧女咯，你冇做過一啲你自己都覺得，即係你有冇知？係啦，你有冇做過一啲你覺得嗰件事係會好冧到對方嘅咁啊？你做過一啲嘢都冇？好刻意好少咯。我都系，我都唔觉意做咗佢话，好开心好咯，好浪漫啊！你啲浪漫流落喺啲血液嗰度噶，除咗你仲有第啲液嘅，你啲血系红色噶嘛，好特别、啊，浪漫到死啊！好唔觉眼嘅，我自己都唔知嘅，我都唔知道，即系你问我点样浪漫啊嘛？呢个其实。即系完全唔系去营造嘅，你系要我头先都系讲 sense 咯。喂，好简单啊，你喺大排档食都可以好浪漫嘅，我觉得系你唔系一定要话我要去咩高级餐厅啊咁样先浪漫嘅。咁因为你捉到佢路啫。其实我就一路都系觉得，我就系讲紧个 sense 都系讲个 sense 咯。所以你即系你听紧我呢啲节目嘅人，你冇。就算撚數啦，冇噶啦，你係啊，你冇個聲，好撚絕望，你冇個即係好似啊，都唔好響咩，即係係咯，我知道你講邊個，係咯，喂，唉，即係老實講，咁樣搞法其實冇得救啊！你問我，我即係是但，我話你可以走去揾阿肥峰嗰啲，同佢執由頭執到尾，我要、啊、IT 男都執到變咗 designer 咁樣。样系啦，你千祈唔好讲嘢，你就系好有型噶。就算讲嘢 ，OK， 你同人食饭，你戴住个 headset， 我教埋你点讲嘢，你都讲唔出个神水出嚟啊嘛？问题我都系啲口晒窒啊，唔系咯，成日笑位咩？叫大学咁样就系无聊到。唔系咯，所以问，但系你话系咪完全冇得救咧？又唔系啊，你要经过一个即系起码一个好长时间嘅训练。系啦，包括即系佢要俾女 hurt 好多次，玩佢好多次，train up 咗佢，先可以出嚟自己有一番作为。咁其实你连俾人 hurt 嘅勇气都冇啊，机会啊，机会冇啦，勇气又冇，其实佢都惊死啫嘛。喂，叫有边个即系边个即系僆仔又好咩？你最初冇人一嚟就识沟女啊，你又唔系一嚟就算。边个都好啦，几靓仔都好啦，十四五岁嗰阵时候都好少系靓到哇啲，又即系对翻嗰十四五岁女仔唔会见到哇好靓啊，一定要搏佢咁样噶嘛，唔会噶嘛。有嗰而家当然好多人想搏佢嘅，我讲翻搏鸠我个头啊嘛。我谂如果我嗰阵时识佢，我都想。你而家都想嘅，我有啲蠢蠢欲动。咁即系你唔会去到靓仔又咁样，喂，你嗰阵时咪就系其实一早我好赞成啲后生仔应该唔系叫佢做啲咩，越早去拍拖越好嘅，系啦，越早去俾人 hurt 下越好嘅。你细细个 hurt 冇所谓啊嘛，你个人都未有自尊系咪先？你都未识咩叫自尊，你俾人 hurt 咯，咪大巴冚埋去咯。咁唔怪得你揾我仔啦，细到咁样你都唔唔系啊！你嗰阵时，哎，先知道哦，唔开心过啊，成日点样噶嘛？你而家你发觉你几廿岁人嗰啲就你又真系玩唔起啦！你再去俾人 hurt 咧，其实就。
会死噶嘛，个人系你好难翻翻身，你俾人一锤再打落地下，你好难翻翻身啊嘛。我觉得系咁样啊，你觉得唔系咩？好悲惨啊！突然之间讲到，唔系，我觉得系，我只系鼓励佢哋，即系你哇，你话俾你读紧大学，仲话拖都未拍过，女又唔敢约，你做乜捻嘢啊？系咪先？冚冚声，求其揾条女试唔试啫？喂，佢最吹仗系咩咧？佢哋都冇拍过拖嗰啲。最好呢、哎這个唔好嘅，好鍾意讲佢哋好鍾意讲女㗎喎，即係唔係你讲係讲女呀，呢个点呀，呢个好唔好，呢个得唔得，唔好你搞啦，屌你试下先啦，你要去搞个搵个搵个，即係我唔係讲，即係咩都好將價就貨係嘛，溝溝過一溝一件。你首先你如果你佢哋呢啲獨撚最鍾意，你先玩機呀，玩機係讲呢个 EXP 要讲经验值㗎嘛，你又讲到人哋 level 15嗰啲话可以用咩武器，用咩武器？你仲系 level 0嘅时候，你都唔去升 level， 你玩咩啫？系咪先？你又讲人哋讲啊几劲几劲，啲嘥气噶。点？求其隔篱一咩真妹又好 ，B 女又好，阿娟啊，阿娟又好。头先你讲嗰啲名字還有啲咩添啊？是但约约，喂，老手。你呢啲未发生过感情或者未试过嘅，好容易就挞着噶啦，咪试下先咯，系咪先？养嘅嘢呢啲可以培养嘅啫，睇睇下顺眼噶啦。借试试，系啊。首先你哋，我觉得首先就系要去，即系要豁出去试试先嘛。连呢、這个即系连试都唔试嘅，伤害自己嘅机会都唔敢啊。咁你何来去爱人咧？系咪？咁都系，因为即系如果嗰啲。即係可能太專注讀書或者打機嗰啲人咧，係即係佢係本身都唔習慣同人講嘢咧，佢又真係問啲嘅。唔係佢本身人際關係都弱啊，係咯。係啊，我想話唔好話女人對住男人你都搞唔掂，你溝通都唔掂，咁點算？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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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向我冇時間，由嗰陣時由開二三四，其實我同阿 Kenny 啊張 Sir 已經講啦，我已經搞一個班咧，真係。不是教你溝女，教講嘢，是教人際嗰個關係點樣溝通啊咁樣，其實就已經是第一步嚟噶嘛。哦，我覺得我可以做嗰啲助教。你可以，係啲導師啦，可以。你做最開放嗰只咯。係啊，即就奶咯。係啊，我最中意就係。我諗到你嗰係啲怕醜仔。你係你嗰啲咩導師咧？你係一稱稱為遞個空出嚟，嚟咁啊！嗰啲人唔得唔得，佢唔係咁情慾。睇下嗰個學生或者抹你咩獎賞咯。你咪對唔住，你咪攞個空出嚟，你會抹開腳，嚟過嚟，嚟得啦，咁嗰次啊嘛。佢真係想控我，得啦，你畢業啦，就拱咪走啦，成功啦你。唔係你只係呢一科合格啦，咁啊，係啦，即係其實我首先就一定要去勇敢去試啦。我覺得係你又即係你問我哦。你唔好理我溝女叻唔叻啦，即係由最初我讀咗十幾年男校嘅 ，OK， 十幾年男校嗰啲生活，嗱首先一你係阿公妹，你就係一個父母啦，記住一樣嘢，千祈千祈千祈唔好俾你洗手，唔好俾仔女讀入啲單性體系嘅學校 ，OK， 你非常之毒害咗佢哋嘅身心發展嘅。即係個仔唔好讀男校。我喺北下50個公開場合講過呢句説話，千祈千祈千祈唔好俾你嘅仔女讀男校或者女校 ，OK， 你真係害鳩佢，話俾你聽。真係咁嚴重。真係好唔係。我同嗰啲人講真，誒點會啊？有啲咩聯校活動，我屌你尾！聯校活動一年有幾多次？係啊，係啊，我想仲有運動會嗰啲，牛郎織女邊有啊？我運動會全部咪仔自己學校，咪掉豆袋啊，著條緊身短褲個啊，擺個嗰啲咁嘅咩豆袋喺頭度玩平衡啊嗰啲嗰啲柒嘢，千祈千祈唔好，真係唔好，因為嗱正正常常好地地就冇得講。但是很容易行歪的，嗱，除非你好開放啊，佢 lesbian 有冇所謂，佢 gay 嘅有冇所謂啦，係啦，好大愛，係啊，好大愛啦。咁我都覺得唔係大所謂。如果你俾條正途佢行，佢行咗去嗰度，我覺得 OK 啊。但係你如果擺佢啲女校啊，擺佢讀男校咧，我驚我講完之後俾啲學校告鳩，而令到佢有疑惑，令到行歪咗咧，有疑惑咧，咁就無謂啦。即係嗱，我女校嗰啲就更加多添。女校其實真係好多，係好容易啲。係啦，咁男仔就可能眼斑斑啲，同埋多容易多運動啊嘛，即係有嘢發泄咗出去，咁啊好啲啦，係咪先？係啦，但係你都係會歪，因為佢歪咗咩咧？好似我以前男校嗰啲人咧，好極端嘅，即係我覺得啦，一係咧就係我呢 type， 一出咗去咧
一見到女咧就咁樣噶啦，一係咧九宮啊，至真啊，唔得。但係你冇你唔係，我純粹係講心態啊，我唔係嗰啲九宮 ，OK。另一隻咧就是暗春咁嘅，就連、哦這個、連女人，連啲正常，哎一見到女咧已經。不系啦，见到女人出咗呢个病嚟噶 ，OK， 呢个病嚟去睇医生，即系佢未去到呢度，但系佢系好唔识点对女人嘅。我初头咧去到中学嘅时候咧，中三，我谂中三四啊，都中三四之后都系咁样噶。一见到女有机会同女性接触咧，就射咗啦，真系射咗咁滞，哇！啲即系硬晒，成个人硬晒，你唔知同人讲乜，你又唔知道点去打开啲话题，或者你觉得你喺你眼中女性系一件好好唔同嘅嘢嚟嘅，你完全唔了解呢啲嘢生物嘅。OK， 其实咪又系人，咪系咯，又系人，又系有块田喺度，系咪先？即系，但系你，譬如十几年咧，系即系净系斋见住啲仔啊，或者斋见女，你系唔知嗰啲人点，尤其是喺咩青春期嘅时候啊，就更加唔得。所以你呢样一定要注意啦。好啦，咁啦，留意翻啊！我好彩啦，能够跳出呢个框框，真系好彩啦，真系好彩啦。但系我系走咗另一个极端啦。阿耀尖咪走咗另一边咯。阿耀尖，你冇听佢讲，佢咪嗱，首先哇喺呢度讲佢，不如佢讲过。首先佢同佢屋企事，佢即系佢喺啊点算啊？佢某唔系佢自己讲过嘅，佢唔系好热衷于房事啊。系啊，同埋佢唔系好叻呢啲嘢噶嘛。吓，就算佢识个老婆定女朋友，都一两拍一两次拖已经结婚噶啦，系啦，系啦，唔系冇，系好好。你但系你问下佢系咪真系好先？好难得啊，系啊，好难得啫，难得系咪你中意嘅？你最开心啊？即系林老啊，好难得，咁系好满意啊！我自己唔会掰难得呢样嘢嘅 ，OK。好神圣，好浪漫。系啊，除非你好有宗教信仰，好神圣嘅。Holy shit！ 咁样我觉得 OK 啦。咁佢咪长期有盏 spotlight 射喺度行，咁又 OK 嘅。系啦，咁又 OK 嘅，但系如果第日你会去出去玩嘅咧，哎呀，以前真系吸引女少咧，咁啊抵扑街啦。咁我觉得我行另外一边路咧，系比较我都系极端嘅。我觉得你如果啊，你冇问到你老公同你结婚之前，你话唔中意知啫，但系你细个都会问啊嘛，拍咗几次拖嘅。我老公冇问过我，真系知都唔知道。我会比较了解佢老公多啲。咁佢老公拍过几次拖咧？唔记得咯。我同高妹个老公系识咗好多年。哦，即系头先嗰套剧嗰啲啊？唔系讲坚嘅，系我识佢老公在先，我系因为佢老公先识佢嘅。哦，系啊，但系就唔系佢老公谂住沟你先，跟住就唔得，跟住识咗你个 friend 咧。啊，可能都系、啊、有咁嘅机会嘅。唔系呢啲事常常发生嘅、。我半夜三更嗰阵再 send 个 message 俾你老公问一下先。其实当年系咪想沟我噶？听到一定唔系，跟住佢老公话系啊，不过好卵在唔爱沟啫。唔系，但系当年佢净系佢老公就系中意倒吊，就系同话虐待我咯。咁样。唔好意思啊，今集佢老公净系好勾我噶，会变态噶。今集唔揭秘呢啲嘢先，但系咁我咁你有冇估计过咧？其实或者有冇谂过咧？有嘅。咁你知道，但系喂，香马，你喺你心目中嗰个男人拍过几多次拖系叫真系多，或者系？唔好去到揽咁样啦，因为咧，即系又系同阿 Yannis 所讲啦，因为系相对嘅、所以我自己就唔想谂太多或者估太多。我不如问你两个拍几次拖？唔知喎、好老土嗰啲，点为之叫拖啊？哇！屌，唔系啊，我阿 K 纯粹嗱，我系好多人问我呢个问题，点为之？我真系要一齐扑你个街，你呢啲咁嘅冚家产问啲问题。好唔撚負責任咯，我覺得，因為你兩個關係 confirm 下 ，confirm 到就已經係噶啦。我唔理你 confirm 咗，兩日斷咗又好，你總要 confirm 過咩 ？confirm 過唔係入咗落去叫 confirm 過，起碼兩個喂會認一認大家個身份先啦，係咪先？唔係因為你細個總有啲散拖。咁我唔理細個嗰啲啊，嗰啲模模糊糊嗰啲稀楞楞嗰啲抹咗去，我要啲結塌塌嘅。開始喂，你起碼第一次。你係認定啊？呢、這個真係拍拖，呢、這個真係男朋友嘅，你嗰啲啦，稀撚撚嗰啲唔知啦，啊無端掂兩下射咗嗰啲唔計。我要承認嗰個係男朋友啊，講緊。你要認知啊，真係男朋友啊，呢、這個會你有起碼有一段日子
或者是你那段感情是確認過我是嗯這個是男朋友這樣咯。我幾個咯。哇屌你啦我想都是你那幾個加幾個咯。幾個咯。